殿下，您只要连夜换一马前往边境，德妃娘娘会生气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现在龙姑娘的安危要紧。哎，撤！站！殿下，您这一路日夜兼程，从长安赶来，眼睛都没合一下，那马摔倒在泥塘里，起都起不来了。你们就是担心这龙姑娘的安危吗？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人了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要走？只要她没事就好。可能是我想多了，草木皆兵。殿下。我有话对你说。